艺人孟耿如十九号升格妈妈，目前在月子中心，边照顾女儿边摸索新手妈妈知识。虽然已经很磕着晒娃，但宝宝实在太可爱了。她昨晚忍不住大呼，想跟女儿交往。孟耿如竟拍宝宝可爱的脸蛋，并说。好想忍住不晒女儿，有听过因为自己女儿很美，所以想跟她交往的卦吗？言语中掩盖不住对女儿满满的热爱，她也分享产后心情，透露自己母乳过剩，没想过有一天会是那个母乳过剩到需要先降下来的人。原来母乳太多跟胸部大小无关，我每天觉得自己是故障饮水机，左滴右滴沿路滴滴滴，原来我也有这天，不要小看自己的潜力。其实新手爸黄子佼也超想晒宝宝，只是一直忍着不发。26日开玩笑的说：“不要逼我晒娃，但子弹已被妥。”透露自己已经录了19段影片，130几张照片。他也分享照顾女儿的心情，学习洗屁屁、品味换尿布，也第一次被他握住手指，每一步都让人战战兢兢。一字一句透露对小生命细心的呵护，不少网友都给予鼓励。